状態のキーパーからでもゴールを奪う。俺は正ゴールキーパーの座にこだわるんだ。俺たちの夢、絶対に叶えてみせる。俺がフィールドに美しい龍を描いてみせる。嗨，我是 Copa， 为您带来的是 Next Dream 的莱文，这一张超越底限定，我给他下的标题就是最强技术射手。没错，他马上就攀上技术的第一名哦，斯特凡莱文非常的厉害。我们来看他射门对决守门员啊，竟然是最强的技术射手。他的潜能就是全力状态的情况下，他的能力值加了这个 15%。面对速属性的时候可以高达 35.3 万，就算没有全力也有 32.1 万、啊、面对力属跟技属则是 33.8 万、啊、没有全力状态是 30.7 万。那看一下他的必杀技，你会发现他的平射特别的高 535、哦、这是一个全新的跟施耐德的合体射门。那 后面高空480，低空455，当然就是威力越低、啊、他的数据就一定是越低哦。我们可以往旁边看他对决守门员，首先是击球的落岛金剑啊，这个最新的超越底限定哦，他面对技术性来到 34.2 万，浑身一级。那第二级也有34万，只少了2000，没错，就是少这么少，因为他是击球比较神体。那他体力 20% 以下的时候有 29.9 万，那这个莱文技术性啊是没有办法过这个 34.2， 你可以看到 33.8 全力状态啊，就算第二级好了 ,34 还是赢 33.8 哦。哦，所以这莱文是需要一点辅助的加成才有可能哦这个进球这个落岛金剑。那但是面对旁边的三位呢，你可以看到巴卡斯 ,33, 他没问题，全力状态可以进球。那他在面对隶属性的洛林元山 ,33.4, 他 33.8 也没有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速属性的穆勒哦，面对海外 33.7 万的穆勒，技术性的莱文 35.3 万，照样摧毁这一个穆勒哦，非常的可怕哦。但是如果来到高空跟低空呢，哦，这个莱文就没有办法，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差啊，就是因为他的必杀技威力实在太低了。落岛金剑你可以看到他对高空是有擅长，所以又多了一点点的数据 ,34.2 提高到 34.9, 那第二级也有 34.7, 体力 20% 以下有 30.6, 啊，当然都是赢哦，旁边这个全力状态的莱文哦，没有办法，这个必杀技威力差太多了。好，所以这个莱文其实不需要去装高空或低空了啦，简单讲就是直接用平射去摧毁对手。防御对决攻击，莱文的数字铲球 455， 断球 485 的必杀技威力，算出来的数据居然高达31万以上哦，只要超过30万，基本上防守一定猜对就赢哦，这个是目前仍然没有改变的哦，因为进攻还没有超过30万哦，但是莱文是在全力状态有这么高的威力哦，铲球有高达 32.7， 面对速属那面对力技有 31.3， 那断球面对速属又 32.5， 面对力技 31.2， 就算没有全力哦，他的数字也非常的接近30万，基本上这些球员都不太可能赢他，我这里都是圈。那我们可以来细看一下哦，比如说盘球哦，这个速属性、传球速属性以及三角短传速属性都用了布莱恩克莱伯特来代表，因为他的数据基本上就是第一。我这里摆的对象就是各属性，我会挑一位第一名，而且是在层级赛前十名的玩家有使用的角色。很简单来讲，你如果注意看这数字，大概就是哦，他只有输给力属性在非全力状态，不管是肖俊光还是迪亚斯，都是排序在传球或者是三角短传力属性的第一名或第二名哦，所以啊，这个莱文其实没有输他们很多哦，非常的强啊，他的防守。最后要再提醒大家，就是关于这一个卡技术性的切斯特哦，他可以帮助德国球团加 1.5%， 也就是差不多3000的数据可以加上去哦，啊，例如 28.3 就可以变 28.6，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是同位置的各项目的排名。你可以看到射门它排序在所有球员的第三名，盘球在第五名，传球在11名，三角短传在第八名。哇，你看完这个进攻你会惊讶它非常的厉害。断球22也不差，铲球23，这是防守哦。防守大概前十名几乎都被后卫 DF 或者 DNF 占据哦，所以它可以排在22跟23，以 FW 跟 ONF 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来看射门哦，赢它的就是
纳德雷莎跟布莱恩克莱佛特喽，这两个占据一二。那盘球，布莱恩克莱佛特第一，哦，然后你看到第二巴斯卡，第三罗伯特，然后就是他的莱文了，然后第六名才是迪亚斯。哦，传球也很厉害，哦，排在速属性的布莱恩克莱佛特、雨果拉米雷斯以及罗伯特之后，然后才是特瑞萨加。接着我们来看三角短传第八名，哦，排在布莱恩克莱佛特、特瑞萨加。排在罗伯特之前哦，第八名，然后是断球22哦，稍微差一点，可是你注意看这里的排序，同位置里面第一名是这一位巴斯卡哦，他排在所有球员的第九名哦，但是是这个位置的第一名，而莱文已经排在第二名诶，22是第二名，你可以看到以他这个位置来讲，他的断球已经排在第二名，很强了啦哦，然后最后是铲球哦，排序在这个位置的第一名的是克莱佛特。然后他23就是第二名，哦，你有注意到了吧？简单讲，这个技术性的莱文在防守铲球呢，可以说是这个位置的第二名，然后也断球也是这个位置的第二名，哦，实在是很厉害。最后我们来看球员分析，莱文的优势，首先是敌方罚区内射门不受距离和角度影响，哦，这是罚区射手，哦，这使得他在射门上有非常大的优势哦。两名以上技术性球团全人一直加 3%、哦，这是一个扣半型的球员，你可以看到同样的条件，敌方球员能力值减 3%， 就是加3减3啊。然后是全力足球发动中所有能力值提升 15%、哦，全力释放，以及盘球成功的时候移动距离变为3倍，这个非常重要。他的盘球占据第5名，他的三角短传占据第8名，哦，表示你一定要猜赢，哦，只要你猜错，不管他是盘经过三倍，他很容易接近禁区，三角短传距离也会拉远，也会接近禁区，所以只要你没办法猜到，他基本上就进入禁区边缘，哦，就可以立刻使出罚区射手了。那他射门有高达第3名，所以是一个很强的角色。那这一次自带的是一个慕尼黑交叉射击跟斯奈德合体的必杀技，威力高达535哦，是他最强的射门。他的白值90792，超级极限4次105192。哇，这战力已经可以说就是直接第一名了。我们来看他的外部机会，他还有 70% 的自动拦截，你看这张卡真的是找不到什么插进的地方，他每一项目都非常的好，啊，如果他是加半就更好了，啊，因为 Copa 是玩加半的。好，我们来看这里外部机会，还有一个切斯特可以帮助德国球团加 1.5% 的能力。那我们看他的劣势，就是最强的射门需要施奈德哦，他的数据计算出来当然是很强，可是如果不是535而是510或500的射门，那很抱歉了，他刚才对付那些守门员，不是那么容易的进球了。然后我们看他外部威胁就是封印，因为他没有防封印，所以如果他被封印技能又不足，这真的是他一大的问题哦，毕竟技能栏位只有7项哦，要么就是攻击的技能多装一点，要么就是防守的技能多装一点啊，无论如何你都会有一个地方没办法顾到，啊，所以还是看看各位比较习惯进攻还是比较习惯防守。最后一个外部威胁就是非全力状态，啊，力属性，啊，对他是有压制力的哦。刚才各位也看到了小军光的传球，啊，或者是迪亚斯的盘球，啊，基本上是可以霸凌他非全力状态的。我给的抽卡建议会是双圈建议拥有，啊，毕竟他拥有技术性最强射手，然后他在其他项目也都排行在非常的前面，哦，所以是无愧啊，双圈建议拥有。好，以上是我对这张卡的介绍，谢谢大家，拜拜。